唯心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在台湾祖师的慈悲道教慈航之后，恭请了王禅老祖、药师金母、地藏王菩萨、东方药师佛、南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地藏王菩萨、开山祖师、济公、古佛、神龙大帝、太极天七十二天师、五百尊者如来、东海龙王、清水祖师、荷叶仙师、鲁班仙师、葫芦兽三星、诸天圣神、活菩萨、光将、来从蓝天、度众生、有缘的天人合一、气从蓝天，我们才能够了脱生死。所以台湾这块宝地圣地是宝贵的。那么今天开天已经三十七周年圆满了，接着三十八年开始了。第三十八年的开始就是台湾要平安，台湾是世界和平灯塔的立足点。王禅老祖开示与中华文化道同，易经、风水、宗教融为一炉，并且将所有的王禅老祖所传、诸天圣神所传圣华经宝在世间，特别成立了维新圣教幻变学院，指派圆松禅师院长担任这个主法，带领着一群幻贝法师弟子们，身口意供养，这个是新世界新兴宗教的一线曙光。
所以世界和平灯塔在台湾的道理，时间过得很快，37年过了，38年开始，到未来千秋万世，我们所期望、所期盼的，我们都要有立足点，划船再到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才能促进世界和平。而我们现在当下此时，由维京世界和平促进会会长圆义法师田立伟承担这个天命，以圣水在6月6天地圣水和台湾八国水神全部融为一炉，所以王禅老祖的圣法演扬，这世界和平，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呐、今日今时，时间已到，下午我们恭送瑶池金母收缘真经福愿莲座上，诸圣灵三界万灵在9月9灵归心九龙柱完成，灵归八卦天尊妙莲台，端坐莲台，共同成就成佛，以为本愿呐、祝福各位，阿弥陀佛。鬼谷。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侯会大众等，阿弥陀佛。今逢岁次，己亥千秋，8月8日，王禅老祖补天大法会。八卦，八八八卦天经，人人皆有，人人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从太极天来到世间上来修行，来守护着的地球大地平安，而我们的天命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天，由台湾祖师的慈悲导驾慈航，观世音菩萨的接引，王禅老祖导驾慈航，诸天圣神活菩萨皆为地球和谐、地球平安、天下太平的天命来世间修行，已经整整37年过了。37年来，王禅老祖
天威妙法无边，王禅老祖天威本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灾永息，天伦永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这是唯心圣教所有贤士秉尊的王禅老祖的旨意。我们唯心贤士，我们都努力的做，而且都做到了。在今年己亥年的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的天命，二二龙抬头，三三天赐福，四四金钟响，五五正气开，六六见和平，七七灵归心，八八大地春回，八八八卦心，这是殊胜庄严的天命。王禅老祖的慈悲给我们铺了一条世界和平、台湾平安的一条路。台湾的平安是大海中的一条船，所以我们在整个坛城周围天地阴阳圣水啊，围绕的台湾，那么台湾当下性啊，由唯心圣教的贤士同修花心共同来祈祷，树立起天下太平、台湾平安的法船，护魔棒，我们15000支的护魔棒，将台湾满满的围绕着，守护着台湾的平安。恭赞王禅老祖天威。所以在昨天8月7日深潭了，整个台湾大地春回，大地下雨了啊，天龙护法，成风成雷成雨啊，都光降坛城来啊，我们很感恩。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大家一心祈祷，一心来共修圣法，以法会友，以经宝的法来会诸天圣神，仰仗诸天圣神的天威转施给普天下三界万灵好兄弟们啊，转施加持给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这转施给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中的917位天主帝王朱建宁，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在东瀛日本
立国为第一代天皇，为神武天皇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北移韩国，蚩尤后裔，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以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不幸发生的战争，3762次大小战争，枉死军民怨灵，及投胎转世在地球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枉死军民怨灵，双法界3界万灵，冤灰软动诸灵，皆得与昨天己亥年8月7日啊，都以一一的光降来去八宝法会坛城，并由维新圣教换贝学院院长袁松禅师带领着所有换贝法师及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书信班贤士同修代表，香花行香花影斋串供养啊，并于明天8月9日未时施食来时机去时宝，共转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以为本愿。今天法会深寒啊，所有3界万灵诸灵诸天圣尊活菩萨啊，都以光降坛城，所以我们大家本着感恩来达到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功德天和本愿啊，我们谢谢各位，祝福各位啊，大家辛苦了，祝福各位阿弥陀佛。